澎湃新闻，归舟未晚，中华有为。孟晚舟回归祖国，成为全球目光聚焦的中心。近三年来，远在加拿大的祖国游子，滞留的每一天，都赢得了道义和正义的加倍利息。而华为从中国出发，远行世界舞台中央，逆水行舟，劈波斩浪，阅尽千帆，笑看红旗飘展。孟晚舟的归途，注定写进历史，哪怕历史如何省略，也会成为标志性的节点。